响起，水上芭蕾舞者立刻翩翩起舞。在游泳池边指导动作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茱莉亚。在台湾教水上芭蕾的老师不多，茱莉亚不只教一般学生，也教特殊孩子。一年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跟他们听的不一样，所以这也不是他们动机，这个是我们动机。我们要学考怎么可以讲比较简单的，还是比较不就跟他们说你要做什么，你就要找不一样的方法跟他们讲。让孩子们互相照顾也是茱莉亚的用心良苦，不只训练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更是把同理心与关怀传递下去。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beauty， 你看今天很多孩子来帮忙，然后你跟他们讲话好好讲，然后大家都不会说哦，我教比你好，我教比你不好，大家都知道你心情做自己最好的。这个表演是机会给人家看他们会做什么，这样子孩子的自信会越来越高。茱莉亚没有要孩子动作做得多标准，或是舞姿多漂亮，她希望每个孩子在水中都是快乐的。一个孩子教我耐心，另外一个孩子教我想不同的方法，另外一个孩子教我就每个孩子当我的老师。很多人问茱莉亚这么义无反顾的原因是什么，她想都没想就说因为快乐。我就很喜欢做这个活动，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快乐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个一个很快乐的感觉，大家在一起游泳分享好的东西，我喜欢给台湾的人这种的感觉，传递正能量，带给每个孩子快乐与温暖。茱莉亚对水上芭蕾的那份爱，对孩子的那份爱，未完待续。